越嚟越近啦，喺呢度啦。哈哈，仲捉你唔到？啊，我講緊嘅唔係小精靈，我講緊嘅係我哋嘅中秋月餅。點解今年我哋個品牌會第一次出月餅？非常簡單的一個原因就是阿古太話咯，喂，中秋節不如做月餅啦，就係咁樣嘅。咁同埋因為已經累積咗，因為我哋個鋪頭開咗兩年啦，累積咗好多一啲製作上嘅經驗，咁覺得都有時即係有能力去 handle 呢個月餅啦，咁咯。今次我哋嘅中秋个月饼有系列名咧，叫花好月圆。咁首先从呢个嘅包装上去讲一讲啦，就系都系由我去包办啦。好，快问快答，第一条系老婆最中意食双黄、单黄定纯莲蓉月饼。但自从我哋今年做月饼之后，我老婆净系食我哋品牌嘅芝軟心芝士奶黃月餅。今年中秋係幾月幾號？今年中秋係農曆嘅8月15號，年年都不變噶啦。最中意中秋邊樣玩意？玩蠟燭咯，玩花燈，玩燈籠。上年中秋點過同邊個過啊？應該都是工作，應該走不甩都是跟老婆過的，因為我工作我老婆都在這裡的。那下一條，除了月餅最喜歡吃的中秋食物是什麼？今年呢，我們店頭除了月餅還有推出中秋的曲奇，是不是很新奇呢？告訴你知道口味一下，有這個陳皮陳皮乜乜曲奇啊，嗰個唔記得咗，記性差，真係唔好意思。好在啱啱收到。係咪紅豆啊？陳皮紅豆曲奇。係啦。好，三二一，嚟，我記翻起啦。我哋嘅口味啊，有陳皮紅豆嘅曲奇喎，仲有呢個五仁曲奇喎，仲有呢個奶黃曲奇喎，仲有呢個嘅咩金華火腿曲奇啊！即係為咗配合呢個中秋節，我諗除咗食月餅，我今年係最中意呢幾樣咯。係喺我哋鋪頭賣。想做嫦娥後羿定係兔仔？想做兔仔咯。使唔使解噶？兔仔，兔仔可以俾人地掉精靈球捉咯。你捉我翻去啦！试过一次过食几多个月饼？试过一次过唔系食几多个，系食几多盒月饼？系啊，细个好中意食月饼，尤其是过完中秋之后咧，其实都剩翻啲月饼噶嘛，咪当饭食咯。真系当饭食噶，我谂一两盒都即系一次过一两盒都得噶。